人生充满惊奇，但不一定是惊喜。每次都在我们学会预测未来之前，这些无法预期的波折就会继续破坏我们的人生。有没有搞错啊？怎样都中哎！救命！我们会教你一些妙招来面对非预期的紧急状况。对，三点听起来不错。那边是在怎样啊？最好不是我想的那个东西。我再打给你，不会这样吧？我像颗行动便盆，我需要热水澡，尽快。毛巾来，洗这辈子最认真的澡。很快就会结束了。莲蓬头怎么没水啊？不会这样吧？这什么运啊？哦，那什么，伊娃留一堆水给我，还真好。但这要怎么冲澡啊？等一下，我知道了。这一招呢，把水倒进空垃圾袋，袋子拿出来，从提手拉起来，挂在浴缸上面的挂钩上，最后在上面戳个小洞。快点倒水下面去，自来水，女士先生。哦，真的很有需要。有聊天聊到忘我过吗？伊娃，等等。别说。对，做到湿油漆。也许已经干了。绝对还没干。哦。嗨 ,Kevin。我到旁边去哦。Sophia。救命！伊娃来了。嘿，我有个绝妙的点子，拿着。哦，这还差不多。把披巾包在下半身腿上，把垂挂的布料转几圈，然后绕到后面去，就是可爱的裙子哦。很有创意吧？哇，也太可爱！就是要这样。我是不是……嘿，这边，你该看那场比赛的。Sophia 那场比赛奖越多，就越热情澎湃。这里怎么这么热啊？我汗流浃背，一定是因为运动。马上回来。哦，救命！我来了，拉我手，再用力。女士们，拉！一、二，拉！没脸见人了 ，Sophia， 等等，实在太丢脸了，整家餐厅都看到了。别担心，每个人都会发声，希望我能解决。嘿，用这个呢？好。转过去，止汗剂会让皮肤干燥，
感觉已经好多了，舒适又清凉。来，去测试看看。松了一口气，但是这能再撑一个小时坐着吗？只有试过才知道喽。我们付钱走人吧，耶！伊娃，我们忘记处理你的腿了。夏天最适合野餐了，天气正完美。几乎了。抓住啊，索菲亚！回来！终于停了。拿回来了吗？我跑了整个公园。老天鹅！把它弄掉！虫虫走开！我起疹子了，刺刺的。我只有香蕉哎，但可能刚好有用。虽然最好去找大人，香蕉皮可以先顶着用。哇，已经比较好了。哇哦，真的很有效。伊娃，你最棒了。他回来了，小心！外面真的下得很大哎。哇哦，蠢风！嘿，我唯一一把伞。他哪儿弄来的雨衣？你跟我想的一样吗？来吧，先把这东西滚出来。打开袋子，平放在桌子上。再来，拿把剪刀，沿着袋子侧边剪，然后从中间下来。还有两个地方，这里，再把剪的方块拿走。看到这个吗？这是最重要的部分，因为会帮帽子定型。袋子绑好后，你就准备好面对雨水咯。来，可以把垃圾倒了吧？再把我吹走试试看呢。往垃圾桶。这一趟很成功，买到麦片，还有全部的必要杂货，加上小点心，配热茶最好吃了。伯爵茶绝不令人失望，只要放进去，加点热水，呜，你就烫到舌头了。我需要舒缓，这没有效。水，这一定要有用。回冲时间到，水开着吗？索菲亚，你舌头怎么啦？索菲亚，整个红的了。试试这个。哦，好点了。这招蛮不错的，你救了我，姐妹。我最好别走远。你有出过像这些女生这样的紧急状况吗？你最爱的救命招数是什么？请留言跟我们说。趁这时候把影片跟朋友分享，拯救他们的下一个麻烦状况。还有，一如以往，别忘了订阅 One to Three Go 的频道，才不会错过像这样的实用小诀窍。你看过这些影片没？还在等什么呢？点下去吧。